兽游世界全新内容曝光，觉醒测试即将来袭。自由开荒，探索诺林大陆，心动独带的大型 3D 魔幻 MMORPG 手游《兽游世界》蛰伏数月之后，将在近期推出觉醒测试，团队始终保持初心，坚持打造精品。全新的版本内容将为玩家奉上诸多的全新体验，新玩法、新功能、新坐骑、新地图、新 UI 等，届时将一一揭晓。酷炫坐骑，任你挑选。觉醒测试版本在原有六个坐骑基础上，新增熊猫、巨角金牛、冰霜独角马三大坐骑，并提升了部分坐骑的移动速度，为玩家带来全新的战斗体验。熊猫作为我们的国宝，嘴啃竹子，形象憨态可掬，在标志性黑白毛色的基础上增加了古铜色的铠甲，不仅萌还增加一丝丝的霸气。巨角金牛身裹金色铠甲，脚踏红色烈火，强悍的金牛势必为你的战斗保驾护航。冰霜独角马踏冰而来，全身散发着淡蓝色的光芒，所到之处雪花飘落，彰显独特气质。喜欢这些坐骑的玩家，不要错过与他邂逅的机会哦。骑着酷炫的坐骑欣赏诺林大陆的大好风景，岂不美哉？畅爽 PK 不服来战。为了让玩家有更丰富的 PK 玩法，兽游世界将在世界频道加入全新的切磋功能。玩家可以随时随地在世界聊天频道发起切磋请求，或者主动接受挑战，无等级限制，尽情享受 PK 的乐趣。而且切磋双方无论胜败都不会有任何影响，胜者无奖励，输者无损失，让玩家专注于 PK 本身，磨练自己的战斗技巧，畅享战斗快感。光明 VS 黑暗，一切为了信仰。兽游世界中，玩家达到20级即可自行选择光明阵营或者黑暗阵营，即将推出的新版中加入了全新的阵营战玩法，光暗之战。光暗之战每周三周日限时开启一小时，在战场击杀敌方阵营成员获得战场积分，最终阵营总积分最高者可获得光暗之战的胜利，赢取活动奖励。阵营战发生在一个全新的地图，双方阵营可以在该区域进行自由 PVP、 千人同屏 PK、 痛快厮杀，为信仰而战。关于兽游世界，3D 西方魔幻手游巨制《兽游世界》震撼来袭，电影级次时代画质，极致视觉冲击感官世界，带来端游级 MMORPG 畅爽体验。360度全景大地图，史诗般恢宏剧情，无限制地图探险，多人同屏交互体验，强力工会人人受益，更畅快淋漓的战斗体验。全新魔幻世界阵营对抗，极具吸引的探索动力。What we do here is go back.